煽风点火激露露，害她惨遭女艺人排挤。露露，你要不要去试看看？手伸进去牛的那个肛门里面的话，你会成为演艺圈第一个人呢。他就真的就是把手慢慢伸进去，后来拔出来的时候，他整只手全部都是牛的那个便便。那天晚上本来要跟他同房的那个另外一个女艺人，也跟那个制作单位要求说，可不可以跟他换房间这样子。今晚8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，今晚开战吧。